what's up, you two? It's me, Junlin, right? This time, this is my bro, Chun, right? Hi. Nice to meet you. So, he's a big fan of Supreme and Jordans. And today we're gonna do a review of his collection at his house. So, let's check it out. Check out. Can you just introduce your outfit to us today? What are those? 这是那个耐克很经典的一款跑鞋 Flyknit。Flyknit, 我最喜欢就是这个彩虹吧。其实我觉得有点就像气泡上那种用灯光一映那种颜色，这个鞋我特别喜欢，特别舒服。这双鞋是从英国有一个特别出名的鞋展叫 Creepy City， 是从那上面收过来的，价格还不错吧。大家建议的话，有空可以去那个鞋展看一下。这双是那个乔四 Green Glow， 这双是那个 Fear Pack， 这个叫恐惧，特别漂亮，而且对，而且现在基本上是很难找到了。下面这一双是我特别喜欢的一个、莱维特鞋 Air Jordan Crossover Supreme。 这双鞋是乔丹和 Supreme 第一次合作，然后鞋底有乔丹和 Supreme 的标志，鞋面是一个 Sup， 一个简单的一个 Supreme 的一个 logo， 然后加它后面这个跟 Supreme 有关的一个数字，就是94。对，为什么是94？ Why is 94 out there？ 它好像是 Supreme 的 original time 吧。它这个这次送的这个挂链呢，也和正常平时所送的不太一样。平日基本上送就是这种普通橘色这种乔丹，然后这次是送的这个 Supreme。大家注意啊，上面不是写 Jordan 哦，是写什么 Supreme？ 慈善六。这双鞋当年为什么特别喜欢，是因为当时我还没有特别接触到乔丹的时候，大约是我就是高中的时候，然后看过一个特别出名一个说唱歌手叫 Chris Brown， 他当时有一次街拍被一杂志街拍到，就是穿上这鞋，当时我不认识这是什么鞋，但我觉得这鞋特别帅，后来懂了之后，然后知道这是慈善六，想尽办法的收，然后终于让我收到了一款。它这个鞋的后跟呢和正常的六是不太一样的，正常的六有的是耐克后跟，有的是有乔丹 logo， 然后这次是个一、这个小孩设计的吧，是反正我是觉得这是特别漂亮，我认为是最漂亮的一双六了。兔八哥七，这是最近刚复刻的，这当年大灌篮非常经典，这是北卡蓝十一，当时是和那个乔29一块发售，这个颜色是完全是出于乔丹母校北卡罗来纳，特别漂亮一，而且和那哥伦比亚十一也是算可以配个情侣吧。比对一下，哎呀，哎，这么巧，还真的是，哎，我最喜欢的一个乔九的一个配色，情人节是五六年前了吧？这个后跟多了一个心，最经典的这就是这个中文汉字大世界。哦，对，阴阳一个气，对，上面写的是什么？这个我还真不知道，这个有待去考究。对，这个真有待去考究一下。这双是非常经典的一个鞋型 ，Air Force One， 没关系 ，CLT 合作了一个，是一个新款，是一个叫 Lunar Force， 因为它这个整体的底换掉了 ，Lunar 底代替掉了传统的那种登月科技啊。对，是为了纪念那个 Cloud 是十周年嘛，然后后面给它设计了一个这个 logo。你可以发现一下是比较小的这个 swatch， 两边的颜色还是不一样的。Atoms 和那个日本是一个鞋店，然后和那个彪马合作了一双。这双鞋特别喜欢，是因为主要是就是因为舒服，没别的。而且这双鞋其实它是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就是它没有鞋带、哦、对，整个条松紧是扭的，就这么扭，然后这么放。 Y3 的忍者、oh、my God, that's so dope. 也是 Y3 的非常经典的一个，我对 Y3 的鞋真是没有研究，但是因为这个鞋型实在是太经典，所以不得不入手一款，而且本身蓝色是我最喜欢的一个颜色。这是阿迪三叶草和两个著名潮牌，第一个是这个 Underfitted， 第二个就是特别大的一个潮牌是 Bape。 为什么买这鞋呢，是因为我特别喜欢这个牌子，就是 Bape，一个 Underfitted 的男士界著名的一个大潮牌，然后整个鞋面是用了 Bape 那个最经典的它那个迷彩，这一面写的是 Underfitted， 后面写着 Bape、这个、对，它这个三条杠呢采用了是那个鸡皮的设计，也是少见吧。哦、oh, Hot Shoes 重量级球鞋之一吧。 Ultra Boost，这是阿迪今年一个历史性的一款球鞋，特别舒服，而且采用了全新的科技，就是这个
跑棉。Boost。你说直白点，穿这双鞋真的就好像踩在屎上一样软。肯尼·韦斯特在芝加哥的一个演唱会上上脚了这双鞋，然后之后这款鞋就被开始炒了，是打得火热了吧。我个人还是比较喜欢这个纯白色，是乌稳和 Max 360。我穿这双鞋出门被很多自己所谓的 sneakerhead 说这双是假鞋，因为他们说从来没见过这两个组合到一块，是那个猪年的特别款，然后后面是一个猪的尾巴。鞋垫里面呢是一个那个很特别的一个猪的标志。头一回吧，那个乌稳男鞋能出这个粉红色，特别骚气一个配色，特别喜欢这个。然后陈冠希有穿过吗？陈冠希穿过别的颜色。这个好像看起来是一双普通的 Converse， 但是其实它是噔噔噔噔 LSI，就是这个藤原浩的那个潮牌叫 Fragment 闪电合作的一颗，今年出了版，并用的就是匡威最经典的鞋型，藤原浩最喜欢的这个颜色。嗯，然后加上它这个一个很简单的一个闪电 logo， 鞋垫里面也是有两个很简单的这个闪电标志。上一年好像出那个 Jordan 1 Crossover Fragment 也是抢的不行，现在已经炒上天去了。那好多 reseller 指着那双鞋来买房子呢，就是 Dunk SB 系列，然后这个配色 Air Max， 然后是回到未来，那个鞋是当年为了给那个 Back to the Future 一个电影出的，传闻今年要复刻，但是又推到明年了。哎，是以竞拍拍卖的形式发售，我们又错失了这个机会。国内称它为鞋中吕布，大家都，你听这个名字就可以知道这鞋是多么厉害，特别的舒服，真的特别的舒服。这个这次出这个紫色，关键是它这个 swash 这个勾用了粉色，我觉得粉色特别骚气，所以我就买了这一双。买了之后我才发现 C 罗也上过脚，这好像是一双以足球鞋为基础改过的跑鞋。 对，本身我个人比较喜欢收集女鞋，因为我觉得尺码比较小的鞋改在家里面会更好看一点。有一双乔伊最近复刻了一双北卡蓝，和原年一样没有穿鞋带，最原始的 Nike Air 的标，然后鞋后跟也是没有了胶的，是很遗憾这双我自己的尺码没有到。乔十一，喜欢球鞋的人不可能不知道这个乔十一的经典，特别经典的一个配色就是 Bread， 是一个 Low， 因为一些原因吧错过了，所以想买这双低帮来弥补一下当年这个遗憾。真的超帅，真的是超帅。It's time to show us your collection of the Supremes and Bathing Apes. 这件是 Supreme， 是一个 Box Logo T 吧，但是它是和那个 CDG， 大家可以看一下反面 CDG 的一个标，那个经典花色。对哦，波点。对 ，CDG 也是非常著名的一个潮牌。它采用了一个反过来的设计，一个镜面设计。这是我最喜欢的一件短袖。这件是没有什么特别的合作。它只是一个普通的 Supreme 出了一个短袖，反面是个 ET， 非常经典的一个电影 ET。 然后 ET 外星人，这个我买这件的原因就是因为我当年特别喜欢看这电影，当时小时候看了好几遍，一年刚开季第一批的短袖。哎，这个 box logo 现在有点不一样啊，这是不同颜色的。这是个深蓝色，适合一个非常著名球队合作的纽约洋基，非常著名的一支棒球队，然后用了它的那个经典配色，就是它的深蓝色。第一次 Box Logo T 采用了这个深蓝色这个色底。这件是2011年 Supreme 和 North Face 合作的这一个，当时出了三个颜色，一个黄色，一个深绿，一个灰色，豹纹，非常骚气。这件衣服也是我特别喜欢的一件。这是2013年，也是和 North Face 一区别之处呢，就是它这个花色又变成了一个，不说这是貂毛，我也感觉像是貂毛。对，而且它就是这种印刷感觉，就是好像上面真的是毛。对，是很立体的一个，在右袖刻了两个牌子的标志，非常好的一件衣服，非常喜欢。Basing Ape， 大家伙都叫它 Ape。这是日本的一个潮牌，这是它非常经典的一个设计，就是它的这个鲨鱼 hoodie。 哇，非常非常凶猛的一条鲨鱼。 What a jaw。 对，这是一个老虎吗？嗯，然后这边是一个它的这个著名的迷彩 WGM。
对哦，他的迷彩是跟刚才那双鞋的迷彩是一样的，是一样的。右袖是一个纯黑设计，然后左袖采用的是和他右边帽的一个花色的一个设计，是一个他们家独有的一个迷彩。如果你们仔细看的话，可以发现他这个迷彩是包含了他这个 logo 的，这叫搞迷彩。这个鲨鱼 Holder 是不得不入手的一件，也是很老的一个，然后已经被我穿的基本上都没型了。这是反面打起来看一下，也是非常经典的一个鲨鱼。哇，这一个黄迷彩很军事的感觉，我很喜欢。说到贝普就不得不想到鲨鱼，说到贝普不得不想到迷彩，把这两个元素都结合到一起，所以这样一个非常值得做。So much thanks to my bro Chill here for sharing us his babes, his supremes, Jordans, everything. 很感谢我的朋友超在这里跟我们分享他的那些所有的收藏，我真的很感谢。然后也非常谢谢阿烈能上脸来采访我这个藏收藏者，也不能算是收藏家了吧。然后今天所给大家展示的都是个人非常喜欢的一些球鞋和衣服，如果喜欢的希望大家伙可以持续的来关注阿烈所做的视频啊、哦，谢谢。嗯，持续的关注他所做的视频。对，下次我回到国内的时候，我就会去拜访超，去看他那些 NBA 球员的 PE。对，我那些很不幸的是我那些 NBA 球员的 P1 和签名鞋都在国内，这次就没有展示给观众们看了。然后下次等阿烈到国内的时候，我一定全部拿出来非常详细的给观众一一进行讲解，然后一一展示。希望大家伙多多支持阿烈所做的所有视频。 OK， 那今天就讲到这里，我们下次再见，拜拜。拜拜。